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风暴岛。这是一款非对称竞技社交互动的游戏，你将会在10分钟内伴随飞机失事坠落荒岛，体验由6个想要逃离荒岛的幸存者和2个隐藏在人群中的迷失者上演的一场造船与破坏的争斗，信任与套路的角逐。一方面，你需要呼叫队友砍伐海岛上的掉血树或者变坏树，从而获得木头造船，而另一方面，你还得提防着隐藏在队伍中的迷失者，如果他们对掉血树捣乱，则失去木头时你将会受到一点伤害，而如果他们对变坏树捣乱，则你失去的木头将会降低修船的进度。同时你也不用担心，你投入船里的木头有一定几率会给你幸运的回报线索，让你可以立刻获知一个人的身份。红心，让你羞涩的生命值再度焕发光辉。浆果，让你标记一个目标到海角天涯地老天荒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动用你完美无瑕的逻辑，或者展现你一针见血的判断，抓出潜伏在你们之中的迷失者，当一个荒岛求生下的神探。你可以在岛上拾取腐木来破坏船只的进度，或者使用风眼石在任意船骸处召唤风暴，将没有修好的船骸清空。当然，如果你遇到了已经修好的船体部分，你需要在岛上找到炸药，破坏已经修好的船体。同时，你也可以混入幸存者的队伍中，对幸存者的砍树进行捣乱，秀出你以假乱真的演技，上线你颠倒是非的口舌，滋生幸存者中的猜忌疑云，成就一个被嘴炮蛊惑的影帝。在这个疑虑与生存交错的海岛上，你一定很关心该如何战斗和保护自己。很抱歉，如果你想要攻击一个目标，你需要在海岛上寻找足够的椰子来补充自己的体力，每2点体力才可以发起一次攻击。或者你可以选择一种更快捷的方式，如针。这是一种稀有而致命的利器，你需要找一个人帮助你拾取，但如果在帮助你的过程中，你的伙伴使用捣乱出卖了你，那你将会成为这个神兵利器的牺牲品。总之，10分钟，8个人，2种身份，等待你的将是一场造船与破坏的争斗，一场信任与套路的角逐。顺路一提。